大家好，我是王璇，今天的先言新闻又同您见面了，很高兴今天为您播送一则关于韩国和朝鲜的文化方面的消息。根据韩国近日一项调查显示，韩流在朝鲜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，不仅在一般居民当中，甚至在军队、公安机关等场所也显示出较好的发展趋势。根据近日韩国新国家党议员在25日向国会提交的一项任务报告中所公开的内容显示，在朝鲜地区，韩国的有名歌手如金妍子、李孝利、金南英、 HOT、 2PM、 博尔等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。此外，在演艺方面，金泰熙、申敏儿、崔秀忠、李胜基、崔智友、裴勇俊、宋慧乔、张东健等也都享有很高的人气。在朝鲜还上映了许多韩国拍摄的电影，如《我的老婆是大佬》《公众之敌》《多彩假期》《朋友》《我的小小新娘》等都榜上有名，而且深深受到朝鲜人民的喜爱。在电视剧方面，《冬季恋歌》《天国阶梯》《秋天的童话》等也纷纷成为上榜作品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娱乐节目，如《无限挑战》《X-Men》《危机特工队》等也深深受到朝鲜民众的喜爱。好，今天的播的话我就到这里。当然还欢迎您点击我们的网站浏览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，我们的网站是 www.dasian.asia。 好，我们明天再见。